Hello， 咁多位好 ，Hello Connie，Hello Joey， 麦嘉诚 ，Hello Andy Sir。我哋首先邀请几位嘉宾出嚟啦，我哋会有一个剪彩仪式嘅。咁首先有请就系 Andy Sir 出嚟剪彩啦。咁就系 Andy Sir 咧，就系呢个 A V 嘅摄影创办人啦，暖心老师，即系做呢个文化嘢学嘅心思，系想通过教学咧，将摄影呢个艺术传承落去。咁啊，第二位嘅剪彩嘉宾就系宋师傅。心情點啊？好，咁我祝 AVA 教室要最好，年年都有展覽，多謝你。唔係咁，因為咧搞個展覽都唔易，因為你淨係 book 個場咧都要兩年時間。咁啊，難得咁我哋慢慢復生，咁啊會員旅行啊，水源堂咁啊實踐一下。收翻啲作品出嚟，哇！有時候可以帶翻啲朋友啊，帶啲同事屋企人睇翻自己作品咧，一件好開心嘅事。所以影相緊要，但係分享都好緊要。所以今次又好開心，可以同大家一齊分享啲作品。好想定嘅。OK。
整常教得好嘛，係佢哋咧，佢有天分，我就係教少少幫咗咁多嘅。係咁啊，幾時開班啊？又應該就快。好，記得留意 AVA 得同埋留意整常嘅 channel。係啦，阿志 ，OK，OK，good luck。咁啊，嚟到即係嗰個 AVA 教室嘅上線啦，即係第一嘢就即係多謝你邀請我嚟嘉賓啦。咁另外就係咧，即係有啲相都係幾靚，即係好多同學仔咧，即係去唔同地方啦。教室嘅相，係啦係啦，好多導師名師出高堂，好多靚相。Yeah， 小小教室，報名情志未長班，個信師傅嘅紅白班，係啦，都後手攝像攝影，係全部人，係 ，I 有影風景啦，仲有毛巾常嘅南花鏡啦，南耀成，有花花幼稚園，係啊係啊。Oh, Ching Sir, I love you.多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条片，请你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